那这第一杯酒，我就祝你爱情甜蜜。行了，别逞强了。我没有逞强，我可以的，我没有逞强。够了够了，没事。这第二杯，祝你事业有成。酒量不好，不要再喝了。没问题，我没逞强，我没有。你说我醉了。你看，我现在走路是不是挺好的？你看，我连我的超能力都能控制好，这点酒算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这次过来目的很简单，我想让你为我心动一次，就一次就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方冷啊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方烈呢？他对我来说有其他的意义。你到底喝不喝啊？我如果喝酒，一会儿就没有人送你回去了。不要打乱我的计划，你为什么总是欺负我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这次过来见你，我为了能控制我自己，我做了多少准备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在为我掉眼泪。做多情的认为你是喜欢过我，虽然你们人类一辈子可以喜欢很多人，虽然我只是其中的一个，别人可能需要手术，你是他家人吗？我不是。立刻找他的家人过来，迟了就来不及了。快快快！家人？上哪儿找家人？家人？不小心把他伤了，你还敢救人啊？你究竟要把他害成什么样？你说，方冷怎么样了？严重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变成这样，对不起。医生，方冷怎么样了？我们在病人心脏附近发现不明碎片，但因为位置特殊，恐怕很难取出来。你们做最坏的打算吧。是的。行了，别装了。
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好东西，拿了钱还不够，怎么现在还要把方冷害死是吗？不会的，方冷那么厉害，不会有事的。给我出去，从现在开始我不准你再接近方冷一步。你还不滚！滚！我去，还真有病啊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身体还没好，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？你别过来，干嘛呀？别过来，你干嘛呀？我说了别过来。你不是要走了吗？你怕什么？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一声交代都没有。你觉得我会让你走吗？我不都把医药费赔给你了吗？你还想怎么？我说的不是这次，是以前。以前怎么了？你纠缠我，骗我，让我误会愧疚。我明知道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接近你，但我还是一次次上你的当，我甚至对你动心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谁知道你动心就会进医院？我要你对我负责。负什么责？我告诉你啊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反正我是不会把剩的钱给你的。那你就把你自己赔给我。你别过来，干嘛呀？是碰瓷儿。你知道我一直在等你吗？你知道我担心你会走，我担心我的家人会为难你。我连昨天昏迷的时候，我都梦见你在，你大喊着说你喜欢我。那如果我说我喜欢你呢？就算我知道你是为了利用我，我还是喜欢你，小琪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讨厌我吗？伤到你了，对不起啊，伤哪了啊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谭助理，这里医院挺远的，你赶紧打电话联系医生，让他们去方冷家等着。好，没事吧？伤到哪儿了？你跟我说，没事吧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方冷他从医院跑出来都是因为你，你也看到了，你这一闹，他的伤更加严重了。你就不觉得你应该陪我把他给送回去吗？哦，我知道，你先帮忙扶一下。好嘞。师傅，我不走了，你帮我把行李拿下来吧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。